超过这个四个上面才会吃到，然后大家到这个两排，然后你就抓着。这个有点小问题。好，我就再弄个大一点也麻烦。不用，我直接画。这不是有别的颜色，这都是太小了。这个白白的就没有刮。爬哪去了？哎，粉笔爬哪去了？再刮一次，没关系，再刮一次就吃粉笔嘞。从上面再刮一次就吃到了。粉笔不是在板子上吗？只有红色的、啊。是，有一个袋子。那个白白的没有压到，就是就可能没有压到的就再看。你要先看一下，等一下，拿起来，直接拿起来，不用看。这个底下包两粒啊，底下是两粒。哦，那个要放干哦，要放30分钟才会干哦，手不要去摸到，不然会糊掉哦。